我看你之前说这个诚实中仇恨值高，但其中就回应说喜欢他的人很多。因为仇恨值会是民进党的台北市长这一局一直不服的重要的关键吗？其实这是媒体用的名词，啊，那其实仇恨值不是指说仇恨呐，哈，而是在大数据里面负面情绪的声量，啊，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有这样的一个报道。那么不过我还是很抱歉，就是说因为可能说法不清楚啊，那引起了误会，啊，那。虽然我在那个脉络里面，啊，是从选战啊的一种啊攻防啊去看，啊，就是如果是争议，啊，当然就容易啊陷入守方，那如果提愿景就比较是可以扮演这个攻方，那这个也是因为防疫的问题啊引起比较多的政治口水，那难免啊正反的声量都大，所以对于啊可能的一些误解啊，我有说不清楚的地方啊，我也会跟陈时中部长啊打个电话啊。那这个虽然我这个脉络里面没有指特定的人啊，但是如果有引起啊这样的一个误解啊，我也很愿意来跟他做致意啊，来说明。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，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